does it feel to treat me like？ 大家好，我是 Miyake 老师。今天呢，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款免冲式的护发喷雾，它的名字叫做发式甜妞蓬蓬水。它这一瓶呢，它可以让我们头发增加蓬松感，以及想要有增加头发的弹力的朋友们，可以使用它，让它创造出比较蓬松的造型感。现在啊，要教大家如何使用蓬蓬水，在头发的发根这边去做喷洒，切记不能太多哦。一样的发根喷洒，每一个发片取出来，在发根的部分喷洒，距离大概20公分左右。量不可以太多哦，因为你如果喷太多，它会使它有一个太重，然后反而会塌，所以找一点点。喷洒完以后呢，我们要手指到发根，轻轻的推，轻轻的推，轻轻的推。原因是因为可以让头发透过我们搓松它的时候，然后跟蓬蓬水做结合，然后营造出更蓬松的感觉。所以啊，像啊，在我们这种比较潮湿的天气或者是气候里，很适合用蓬蓬水去营造出比较蓬松的效果。然后如果像有女孩子喜欢就是蓬松的大蓬分，我超推荐这一瓶的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发根呢比较蓬松，然后有自然的感觉，又不会觉得太刻意。然后交叠推一下，然后把线条整理好。如果说我们喷洒在发尾的部分啊，这一块它一样可以让卷度啊变得更立体。然后如果使用在我们发尾的部分啊，可以让卷度更加的有蓬松。如果像大家想要有比较性感的感觉的话，我会建议由下往上再去抓捏，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蓬松感了。